嗨两个钟头，我跟妈妈等你点心配，但是我都不回有时间的，所以我马上把 call 我的好兄弟灭火器来，大家看有没有爽？有啊，当然还有我们刚刚前面干，我不知道今天到底是造市场还是演唱会，我们前面几位自己的好战友讲话的时候，他们欢呼声怎么好像是摇滚演唱会？吴依农、陈柏惟、赖品妤、黄志勇，好，林长姐带来讲话的。不过不管怎么样啦哈，我想在现场挤在前面的人，大家都是这个 metal 圈的这个老朋友，我们台湾摇滚圈的老朋友，知道最顶级的享受就是重金属跟交响乐的合作，对不对？有太多国际上的团都做过这件事，三菱也一直想做，很抱歉让大家久等了。今天大家大家送我考，下面这首歌《乌牛兰大舞台》。